大家好，我是小云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方块小饼干，烘焙新手都可以操作，香酥掉渣很好吃。首先碗中放入40克黄油、40克白砂糖、25克奶粉、40克牛奶和150克面粉，然后再打一个鸡蛋，蛋清蛋黄分离，把蛋黄放入面粉中，接着用刮刀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再下手揉在一起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放到面板上整理成方形，再擀开，厚度可以自己掌握。接下来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方块就可以，再放入烤盘中，烤箱提前预热，上下火180度烤10分钟即可出炉。这样我们的方块小饼干就做好啦，又香又脆，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。